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距离有点危险。哪有美人鱼这么主动的？不是应该等王子发现了吗？王子发现早就变成泡沫了呢。我这是美人鱼呀，喜欢主动一点，这样子生活才有刺激呀。生活哪有这么刺激的？这样才有活着的感觉，要不然没有刺激的人生就像一滩死水。是谁让我孤单寂寞，不懂一个人去生活，别再说心多痛，再转身吃炸药是不是？谁吃炸药了？是你。我又干嘛？你有必要那样吗？都不知道第几任前男友了。所以你是介意我刚刚跟 David 亲吻拥抱？哎，他是美国人，礼貌好不好？美国人，美国人怎么了？我也是美国人。哦，该不会嫉妒啊？他有，你没有？怎么可能？你疯了吗？想要，我可以给你啊。真的吗？我只有一次机会，我说过你认真我就认真。虔诚的一夜节，我问你，今天晚上去面包店领钱的时候，面包师傅把你拉到旁边去说了什么？你没有啦，他说他想追我。啊，那你为什么没告诉我呢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我是你男朋友啊。你还是把男朋友当 USB 即插即用啊。我今天发现到他长得还蛮帅，他这里还有颗痣，很可爱。他身上充满着草莓面包的香气，嗯，很香呢。而且我又喜欢吃草莓，每天吃草莓感觉也不错。一起做面包，一起聊天，好浪漫哦。恋爱中啊，就是要两个人一起做喜欢的事情，然后再跟他深情的拥吻，那感觉真的是。专属我的温柔。
书，念书，念书。啊，我大学联考也没有那么认真过啊。来的话，我可以休息一下吗？喂，啊，吃饱睡，睡饱吃。啊，睡那么熟啊？奇怪，白天睡过一轮，现在又睡。干嘛？想当睡美男啊？那我就配合演公主好了。我用我的长吻来唤醒你。睡昏了吧，爱德华，爱德华，小爱，臭小爱，哟，怎么会睡那么沉呢？你该不会把我当成是抱枕吧？哎，哪有这样的？应该是宠物陪主人啊，怎么是主人陪宠物呢？喂，喂。好吧，这样也不赖，那我就不用念书了。哎，是你让我不念书的，不是我偷懒。你干嘛？我是美人鱼。美女，你就是个半兽人，你给我回陆地上去。你是半兽吗？半兽人，你是美人鱼。我干嘛？你就是班上。不要，还没有人会看到啊。没有人看到，但我有关系，穿起来。哎呦，我偏不要啊！啊！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生气有用吗？我的容忍度早就因为某个人被无限放大了。就知道你最宽宏大量了。拍马屁没用。担心我是真的担心你，你那么皮，没人管得动你，怎么办？你又那么好动，想笑就笑，想哭就哭，笑的话还好，想爸妈哭的时候，如果我不在你身边，没人当你的卫生纸，怎么办？还有，你动不动就找刺激，人来疯的个性，
没有我帮你踩刹车，帮你收拾烂摊子，怎么办？还说自己是美人鱼，根本就是睡美人。你知道睡美人睡掉了多少精彩画面吗？我怎么知道？睡美人的时代又没有监视器，我能说请看 VCR 吗？错过了王子为他屠龙的画面，也错过了王子跑上楼看见他一见钟情的表情，也没听见王子跟他表白，更没发现王子吻他。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就当作是你这个半兽人兽性大发好了，你继续做你自己，过你的生活，继续出神经，我就继续在你身边陪着你，看着你就好了。你喜欢我，非常非常喜欢我。谁会喜欢？不，我都听见了。你想来是来不掉的，小爱。我，你没睡啊？你这么纯情啊，如果我说我也喜欢你怎么办？你会不会心脏休克？你说什么？说我喜欢你。哎，你跟我爸妈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说我会盯你盯得更紧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太不人道了吧，我是你女朋友啊。就是你才有。
学生郊游吗？甩成这样。这样吗？下一个。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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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干嘛？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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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路就好好走，别吵了，知道吗？那我这样可以吗？不太习惯，算了，随便你。所以，你说喜欢我，是因为同情吗？你觉得呢？谁会因为同情跟男人告白？我很清楚，喜欢就是喜欢。如果因为同情，怎么可能对你脸红心跳？怎么可能把你压在床上对你告白？怎么可能在海边对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喜欢也好，同情也好，我都不会放手的。所以，不生气了。有这么爱我的女朋友，我生什么气呢？那中午我们约爸爸一起吃饭好不好？吃饭可以，约我爸就不行。拜托嘛。